经过五年来的发掘，已经证明伯尊汉墓它的主墓及一号墓的墓主人就是做了27天皇帝第一代海昏侯的刘贺。到现在出土的文物里10000多件套，里边涉及到青铜器、玉器、金器、铁器、夺木漆器，证明他的身份是刘贺的证据。在内棺的腰部发现了一枚玉印，印文呢直截了当就两个字，刘贺两个字。正骨部也是有腰线纹饰，与其他13件的纹饰不一样，其他13件的纹饰都是脱金的纹饰。但是这项保护工作，一个竹骨竹木漆器，它的数量之大，使得这项工作的艰难程度可能有可能要拖到10年左右。这个整个海昏侯墓这个发掘呀，给我们打开了通向世界的一个文化窗口，会成为我们一个亮丽的这个文化名片。了解自己的历史，知道自己的过去的辉煌，那么就有一种动力，中华民族要复兴。我们 GDP 当世界冠军当了2000多年，现在我们是世界第二，我想将来咱们还会回到第一的。